嗨，嗨，他是卢一晓。Hello, everyone。拉的有点，一定要这么多调音，一定要这么多调音。可以说很多音。嗯，蛮敬业的，还有好多时候就是都挺勇敢，然后挺努力的。他一微笑就很治愈。可以吗？互相治愈。谢谢。吃饭了吗？吃没吃饭？今天5:46吃没吃饭？没胃口。我好得吃点。你在那个减肥啊？你生病了就别减了，你得用那个热量来抵抗这个毒。年轻，年轻貌美。一定好，就是他挺好，就是总感觉他的就是活力用不完的感觉。方面我的措辞有问题。不要那么想上热搜，那么容易就能上呢？他会观众让你很多的小情绪的波动，然后所以跟他就是拍戏的时候，就是不管就是当时天气怎么样或者多晚，就是有他在的话，你会觉得哦，就是没关系，有人一起就是很耶，还在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再见了你，我怀疑这际遇只是个错觉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深信投入你给的错觉。因为我想你给的错觉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见了你，我怀疑这际遇只是个错觉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深信投入你给的错觉，你给的错觉。
息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才发现你很耀眼，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。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真心投入你给的恶作剧，你给的恶作剧。像太阳下山，恰是正好电视频六点开播，知道吗？